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鹿晗。最近呢，一直没有跟大家见面，没有错，我是为了准备新专辑去闭关了。新专辑的准备呢，在昨天已经非常圆满的结束了，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段难忘的过程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也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很快就可以听到我的新歌了。我的主打歌首唱会将会在优酷直播，新专辑还有演唱会也会一一与大家见面。另外，我的个人工作室官方账号也届时会入驻优酷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大家一起来玩吧。